2020年了嘛，我们小岗集团要进入振兴乡村计划，所有健康地和贫困户的房价和平处理。那个地点是医院、学校，专门为这个异地搬迁人服务的。你们就由这个村民就变成市民了。我是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机会的时候就是在里头的，一直住了10多年。因为我们家当时非常穷嘛，你也想吃一顿米饭了，必须要在过年的时候。住建局的建立时，我们的房子属于是低级房。现在我都还得考虑，可以考虑来了嘛。现在就说这户大房子都是我出的。我嘛，你去过昭通没有？没去，我都没去过。下一代你要有好的教育，要有好的成绩，你不搬出去的永远都是不行的。然后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。那房子我在这里死也在这里。他个家他为我也好啊，又为我的老人好。他在底下又为我的老人好，又为我的我也好。其实我很难过，是没办法。